非洲豹。Peppa 同 George 饮紧橙汁。点解你哋饮得咁嘈噶？George， 睇下杯嘢入边嘅细泡泡啊！我可以整到啲泡泡大啲嘅。Peppa 喺佢杯橙汁度吹泡泡。泡泡。George 都想吹泡泡啊！Peppa、George， 你哋唔应该攞啲饮品嚟玩噶。对唔住啊 ，Daddy。Peppa， 如果你中意玩泡泡，不如玩翻你嘅肥皂泡啊。系、哦，我有肥皂泡啊。George， 我哋去花园吹肥皂泡啦。Peppa 教 George 点样吹肥皂泡。首先，将支棒棒浸落啲番碱水度，跟住吸一大啖气。之后再吹，泡泡。George， 而家轮到你试下啦。将支棒棒浸落啲番碱水度，而家攞上嚟，吸一大啖气，而家吹啦。George 好努力咁吹，不过佢唔够气噃。我有办法令 George 吹到泡泡嘅，将支棒棒浸落啲番碱水度，攞上嚟之后揈下佢，泡泡。如果攞住佢走仲好啊！打埋我啊！George 整泡泡玩得好开心啊！Peppa 打泡泡都玩得好开心、啊、我好喜欢泡泡。弊了，啲番碱水已经冇晒了。Daddy， 妈咪，已经冇晒啲番碱水了。Peppa 唔使担心噶，我谂到一个办法。妈咪啊，攞个水桶俾我啊。好啊 ，Daddy。Peppa， 攞洗洁精嚟啊。好啊 ，Daddy。George， 攞个旧网球拍嚟啊！水桶、洗洁精、网球拍，朱先生想做咩呢？首先，我需要啲水，跟住落洗洁精，之后就系网球拍。唔该晒，好啦，你哋睇住啦。哦，哇！朱先生自己整咗番碱水啊！大家跟我过嚟，小心啊，爹哋，唔好跣亲啊！唔会有事噶。爹哋，你冇事啊嘛？冇事，我冇事噃。哇！朱先生整咗个好大嘅泡泡。哦，弊啦，我整死咗啲番碱水啊！而家我哋唔可以再整泡泡啦。不过我哋可以玩第二样嘢，就系跳泥凼啦。睇下，朱先生嘅番碱水整咗个泥凼出嚟啊！好嘢！Peppa 好中意喺泥凼度跳上跳落，睇下番碱水令个泥凼有好多泡泡走咗出嚟啊！Peppa 好中意喺好多泡泡嘅泥凼度跳上跳落，佢哋都好中意喺好多泡泡嘅泥凼度跳上跳落。猪爷爷的船，今日猪爷爷同猪妈妈带 Peppa 同 George 游船河。心肝宝贝，欢迎上船啊 ！Peppa、George， 你哋快啲最好见救生衣先啦、啊、！Peppa 同 George 每次上猪爷爷艘船都一定要着救生衣。喺呢艘船上面，我就系船长。知道啦，船长。知道啦，船长。
假如爷爷船长吩咐你哋做嘢嘅话，你哋就要照做。不过傻事就可以唔理。爷爷船长绝对唔会叫人做傻事噶。咁当然啦，爷爷船长。George， 星期啦。Peppa， 响钟啦。知道啦，船长。妈妈你呢，负责掌舵。知道啦，船长。嘿吼！嘿吼！不如减慢速度，驶慢啲啦，爷爷。妈妈，你呢个主意好好啊！我都唔想咁快用晒啲汽油啊！爷爷，我想艘船驶快啲喎。放心啦 ，Peppa， 我哋一阵再驶快啲。睇下。有另一艘船啦，佢就系狗爷爷，佢带住 Danny 出嚟游船河。你好啊嘛，狗爷爷。你几好啊嘛，猪爷爷。Danny 你好 ，Peppa 你好。狗爷爷系猪爷爷嘅好朋友嚟噶。真系估唔到你艘船到而家仲行到喎，狗爷爷。佢同你都差唔多咁上下年纪噶啦。总之我呢艘旧船点都行得快过你架生锈船啦、啊，猪爷爷。咁好啊，你呢只海狗啊，我哋斗过啦。你输梗都得啦，水皮猪。你两个嘅表现成个小朋友咁啊。狗爷爷佢头先叫我做水皮猪啊。不过系你叫人做海狗先噶，爷爷，你应该同佢道歉啊。好啊，除非佢同我道歉先啦、啊。爷爷，你同猪爷爷佢道歉啊！你哋好朋友嚟噶。唔制，佢系只水皮猪，我艘船一定会快过佢噶。系咁好啦，海狗，我哋就斗快去到嗰条桥度啦。我哋就数三声，一、二、出发！你偷步啊，狗爷爷！你试下追我啦，水皮猪！海狗。你艘船只系得咁快嘅咋？你追我唔到噶，我赢啦！弊啦，猪爷爷艘船冇晒油啦！你好聪明啊，爷爷船长。可能我真系驶得太快啦。我哋点翻去啊？睇下，狗爷爷嚟紧啦！狗爷爷可以拖我哋翻去嘅，我系唔会俾嗰只海狗拖我哋翻去嘅。我都一样唔会帮手拖只水皮猪走嘅。你哋两个真系一个大细路嚟。爷爷，快啲同狗爷爷道歉啦。我头先叫你做海狗真系好对唔住啊。爷爷，你都同猪爷爷佢道歉啦。我叫你做水皮猪都好对唔住。咁咪好咯。好啦，狗爷爷，你做下好心拖我哋翻去得嘛？呢一个系我嘅荣幸嚟噶，猪妈妈，接住啦，船长。知道啦，船长。狗爷爷系猪爷爷好好嘅朋友。狗爷爷拖住猪爷爷艘船翻去啦。今次嘅重点系场比赛我赢咗。爷爷啊，爷爷你真系曳啊！Peppa， 响钟啦！知道啦，爷爷船长。购物。Peppa 同 George 去超级市场买嘢。Peppa 同 George 中意买嘢。George 中意坐购物车。Peppa 都中意嘅。Daddy， 我可唔可以都坐购物车啊？你咁大个唔坐得购物车噶？哦。不过你可以帮手买嘢。哦，好啊。购物清单里面有四样嘢要买：番茄、意大利粉、洋葱，仲有生果。我会揾晒出嚟嘅。呢边啊。Peppa 同 George 好中意买嘢。Peppa， 首先我哋要番茄。嗯。
见到番茄喺边啦！番茄喺呢度啊，妈咪。Peppa 好叻喎！一、二、三、四。好啦，翻入去购物车度啊！系我揾到番茄嘅。Peppa 好叻噃，有番茄啦，购物清单少咗一样。清单下一样系咩呢？意大利粉。意大利粉。冇错啦 ，George。不过系意大利粉啊。意大利粉。Peppa 同 George 最中意食意大利粉。唔知意大利粉摆喺边呢？我见到啦，呢边啊，意大利粉。妈咪睇下，意大利粉喺度啊。Peppa 做得好啊，放包意大利粉喺购物车度啊。好啊，妈咪。意大利粉。George 系叫做意大利粉。意大利粉。Peppa， 清单下一样系咩啊？系薯片。清单上面冇薯片噶。屋企仲有好多薯片啊 ，Peppa。俾你估多次啊。嗯，我谂唔起系乜嘢喎。George 记唔记得噶？恐龙。恐龙。George， 超级市场系冇恐龙噶，点会有得卖啊？唔系啊 ，George， 清单度下一样系洋葱啊。洋葱，我记得喺边啊。洋葱喺呢度啊。好叻喎！一、二、三、四，洋葱。叻女喎，清单嘅嘢差唔多买晒啦。清单仲有最后一样嘢。植物清单度有咩？唔系啊 ，George， 清单最后一样嘢系生果啊。哦，唔紧要啦 ，George， 你要拣咩生果啊？生果喺边度咧？喺嗰边啊！呢度有苹果、橙同埋香蕉，仲有个好大嘅西瓜。George， 我哋买边一样啊？要苹果、橙、香蕉。大西瓜。呢度系收银处，买咗嘅食物要喺度俾钱。番茄、意大利粉、洋葱、西瓜、朱古力蛋糕。朱古力蛋糕？朱古力蛋糕？清单度有咩 ？Peppa， 你放个朱古力蛋糕喺架车度噶？唔系啊，妈咪。George， 你放个朱古力蛋糕喺架车度噶？唔系，都唔系我放入去噶。咁系边个啊？啊，我谂住做甜品都几好。爹哋啊，爹哋你好曳啊！对唔住啊，个蛋糕睇落好好味啊嘛。又好似好好味嘅。哦，我哋就当佢喺清单度啦。朱古力蛋糕。好嘢！爹哋的摄影机。邮差斑马先生派紧个包裹去 Peppa 屋企。朱先生，呢个系你嘅包裹啊！唔该晒你啊，斑马先生。再见。睇下，我啱啱收到个包裹啊！你哋估唔估到入边系咩嚟嘅？恐龙。Oh George， 你乜嘢都系话恐龙嘅，所有嘢都系咁啊！呢个包裹咁细，入面点会系恐龙啊？嗯，我估入面系一个新玩具。都差唔多啦。我知道系乜嘢，系你嘅新摄影机，系爹哋嘅新玩具啊！讲得冇错啊！就是一部摄影机，我哋可以用它拍影片，之后在电视度睇翻噶。我可唔可以用先啊，爹哋？呢样嘢对小朋友嚟讲有啲困难噶噃，我都要睇说明书先识用噶。嗯，比我想象中困难。我知道 Susie 嘅妈咪都有一部摄影机啊，我记得佢系咁样开部机噶。哦 ，Peppa 好叻女。多谢你购买摄影机3000，我已经准备好可以帮你拍第一个影片啦。有冇办法删咗个声啊？啊，我唔知道。
多谢你购买摄影机三千。我记得 Susie 嗰部机只要按下呢个掣就唔会有声噶啦。多谢你购买。咁样就冇声啦。Peppa 好叻女喎。而家影咩先好呢？影我。好啦 ，Peppa。好嘛，我系 Peppa。大家都过嚟啦。好嘛，我系 Peppa。再睇一次啊！好啊。好嘛，我系 Peppa。好嘛，我系 Peppa。再睇啊，再睇。不如我哋再影下其他嘢啊！我知道啦，爹哋你出去先啦，我哋拍一段影片俾你睇啊。呢边啦。朱先生喺厨房等紧嗰阵，朱太太 Peppa、George 就拍紧神秘影片。唔准偷睇嘅，爹哋。我哋个个都要拍啲嘢。George 想唔想做第一个啊？拍完未啊？我可以入嚟睇影片未啊？拍完啦，你而家可以入嚟啦。George 拍咗啲嘢，而 Peppa 都系啊。咁就睇 George 嘅影片先啦。恐龙。George 喺度扮紧一只恐龙啊！睇嚟呢只恐龙真系好得人惊。哦，弊啦 ，George 俾自己吓亲啦。George 唔使惊噶，电视机入边嗰个唔系真嘅恐龙，系你嚟噶。恐龙。好啦，而家睇下 Peppa 嘅影片啦。哈哈哈。你喺度扮紧边个啊？我就系朱先生，哈哈哈！原来系我啊！睇下我个肚腩好大噶，因为我成日都食好多曲奇饼噶。我个肚腩唔系好大啫，不过我中意食曲奇饼嘅。你食得越多，个肚腩就越大啊！好啦，下一条片系咩啊？佢就系我可爱嘅细佬 George， 佢系朱太太，而呢个就系我，而呢个就系真正嘅朱先生。学校话剧 ，Peppa 嘅幼儿班打算表演话剧，我哋呢班就表演小红帽，好嘢。个个小朋友都有份演出，佢哋要喺屋企度练习。Peppa 要扮演小红帽，朱太太为 Peppa 准备戏服，而朱先生就同佢练习。好啦 ，Peppa， 你要讲啲咩啊？我个名叫小红帽。好好啊，咁跟住咧？我而家要去探我妈妈。我而家要去探我妈妈。好好啊 ，Peppa。Danny 扮演大灰狼呢个角色，狗爷爷同狗太太同佢喺度练习紧。我就系大灰狼，唔笑好啲啊 ，Danny。你应该做得啊，得人惊啲嘅，不如试下咁样啊 ，Danny。我就系大灰狼，我而家要食咗你啊！哇！见到啦，见到，爷爷真系好得人惊啊！Petro 要扮演猎人的角色，他会在大灰狼度救 Peppa。 我是个猎人，我 Petro 有点怕丑。你要说我现在要赶你走啊，你这只大灰狼。走开啊，一一灰狼。好好啊 Petro。 Rebecca 要扮演妈妈的角色。我要说什么啊妈咪？看看先，在话剧开始嗰阵，你被大灰狼困咗喺衣柜入面。之后话剧完结嗰阵，猎人就救咗你出嚟，你就同佢讲：多谢你啊！多谢你啊！好好啊 ，Rebecca。
所有家长都嚟睇学校嘅话剧。各位先生女士，欢迎大家嚟睇话剧啊！我哋表演嘅就系小红帽。首先，我要介绍我哋嘅演员出场。各位，为咗唔好骚扰演员，请你哋唔好影相。好啦，而家我哋话剧开始啦。嫲嫲喺屋企，唔知边个嚟探佢呢？我就系大灰狼。做得好好啊 ，Danny。弊啦。Danny 唔记得咗下一句对白啊！妈妈，你要入去衣柜入面噶，入去衣柜度。之后大灰狼而家扮成妈妈咁样啦。我个名叫做小红帽，我而家要去探我妈妈。好嘢啊 ，Peppa！ Daddy， 你而家唔可以影相噶。哦，对唔住啊 ，Peppa， 你继续啦。我而家要去探我妈妈。哦，点解你都唔似我妈妈嘅？你有对好大嘅眼睛，你有啲好大嘅牙齿。你根本唔系我妈妈，你系大灰狼先真啊！救命啊！救命啊！哦，睇下边个嚟咗？时间啱啱好，系猎人 Pedro 啊！救命啊！救命啊！时间啱啱好，系猎人 Pedro 啊。Pedro 有啲怕丑啊。Pedro， 使唔使我陪你行出去啊？好啊，唔该。你系一只曳曳大灰狼，我救咗你啊，嫲嫲。好嘢！多谢你。好嘢！好嘢啊！演得咁好啊！小象 Emily， Peppa 同佢啲朋友今日翻唱游班，个个小朋友都喺自己嘅挂钩度挂起件褛。今日我哋会有一个新同学嚟，佢就系小象 Emily 啦。Emily 你好。你哋好 ，Emily 有啲怕丑啊。边个可以话俾 Emily 知件褛要挂去边啊？我啊！一个就够噶啦。Peppa， 不如你话俾 Emily 知件褛要挂去边啊？好啊，晴玲太太，我哋有属于自己嘅挂钩。呢个系你嘅 Emily。Emily 挂起件褛喺自己嘅挂钩度。好啦 ，Emily， 话我知你今日想玩咩啊？画画、泥胶定系砌积木啊？我唔知啊，可能系砌积木啦。各位小朋友咧，画画、泥胶定砌积木啊？砌积木。犀利喎，睇嚟今日砌积木好受欢迎啊！个个都想坐喺 Emily 隔篱啊。Emily， 你将呢个积木搭上另一个积木度，好似咁样。如果两嚿积木拍埋一齐仲好啊！咩？唔系咁样啊 ，Emily。咁样摆先啱嘅 ，Emily。唔系啊 ，Emily， 系咁样啊。小朋友，你哋个个都好友善啊。不过 Emily， 不如你自己试下砌积木啊。我唔知系咪咁啊，我就会咁样砌啦。哇！原来 Emily 好叻砌积木噶。够钟出去外边玩啊！好耶！Emily， 你想唔想出去同大家一齐玩啊？好啊，唔该。可唔可以带埋 Emily 去外面玩啊？可以啊，晴玲太太。系游戏时间啊 ！Peppa 同佢啲朋友喺学校嘅花园度玩，你捉我唔到。佢哋真系好嘈啊！不如我哋睇下边个最大声啊！好啊。咁就等我嚟先啦。
真系几大声喎！而家轮到苏儿啦，跟住系 Susie， 而家系 Danny， 真系好大声喎！到我啦，到我啦，到我啦 ，Peppa 系最大声嘅。Emily， 你都试下，我唔知得唔得啊？试下啦 ，Emily。好啦。我试下啦！哇，犀利啊！真系好大声啊！哇！再叫多次啊！Emily， 而家唔怕丑啦。Emily， 你想唔想一齐玩我最中意嘅游戏啊？你最中意嘅游戏系咩啊？就系喺泥凼跳上跳落，我都好中意跳泥凼噶。Peppa 中意喺泥凼度跳上跳落，Emily 中意喺泥凼度跳上跳落，好似好好玩咁喎。我嚟啦。晴明太太都中意喺泥凼度跳上跳落，个个都中意喺泥凼度跳上跳落。Emily。你第一日喺我哋唱游班开唔开心啊？开心啊，晴玲太太！我见到你识到好多新朋友喎、啊。系啊，而家 Emily 就系我嘅朋友啦。Emily 都系我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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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系我朋友。Emily， 你最中意边个啊？嗯，我中意 Susie、Danny 仲有 Sue， 仲有 Rebecca。仲有 Pedro 同埋 Peppa， Polly 的假期。爷爷同嫲嫲准备去度假，佢哋带住鹦鹉 Polly 去 Peppa 屋企 ，Peppa 同 George 可以照顾佢。各位，你哋好嘛？你好嘛，爷爷，你几好嘛，嫲嫲。Polly 知道系假期，可以同 Peppa 同 George 一齐，好开心啊！你好啊 ，Polly。你好啊 ，Polly。人哋讲咩，鹦鹉 Polly 就讲咩噶啦。Polly 个行李箱入面有咩啊？系 Polly 嘅食物啦。George， 你知唔知道 Polly 最中意食啲乜嘢啊？朱古力蛋糕。不是啊，不是朱古力蛋糕啊， Polly 最喜欢吃雀粟啊。雀粟嫲嫲，我可不可以喂她啊？可不可以啊？可以，不过你要记住，千万不要给这么多 Polly 她吃、啊、知道了爷爷。爷爷啊，可不可以放 Polly 出来啊？可以，不过你要记得关好所有门和窗，那 Polly 就不会飞了出去了。我知道了爷爷。拜拜啦 ，Peppa， 拜拜啦 ，George， 拜拜啦，嫲嫲，拜拜啦，爷爷，拜拜啦，嫲嫲，拜拜啦，爷爷。你想唔想饮杯茶啊？你想唔想饮杯茶？George 就倒 Polly 嘅雀粟出嚟。George， 你倒得太多雀粟啦 ，Polly 会变得好大只，仲会好似气球咁爆开。好似气球咁爆啊！啵！系咩声嚟噶？雪糕啊！系雪糕啊！好嘢！哦，弊啦 ，George 唔记得闩门啦。雪糕有雪糕卖，系兔小姐。佢系卖雪糕嘅。你好啊，朱太太。你好啊，兔小姐，四个甜筒啊，唔该。兔小姐，唔该晒你。George， 你头先出嚟唔记得闩门啦 ，Polly 可能会飞咗出去噶。Peppa 唔使担心噶，我肯定 Polly 仲喺入面噶。Polly 佢唔喺度啊。哦。唔见咗 Polly， 爷爷同嫲嫲知道咗一定会好伤心噶。不如我哋去花园度揾下有冇啊？睇下系咩嚟噶？朱太太喺花园见到啲咩咧？
系 Polly 啊！好嘢、啊！不过爹哋，我哋点样喺树上面攞翻 Polly 落嚟啊 ？Peppa 唔使担心噶，我会救翻 Polly 噶。过嚟啦 ，Polly。你想唔想饮杯茶？哦，弊啦 ，Polly 再飞高啲添啊！惨啦！爹哋小心啲啊，唔好好似你平时咁又喺雪度跌落嚟啊 ！Peppa 唔使担心噶，我会好小心噶。过嚟啦 ，Polly。着数。唔知 George 想去边度呢 ？George 攞咗 Polly 嘅着数出嚟啊 ！Polly 好中意食着数噶。George 引咗 Polly 由树度落翻嚟啊！好嘢。系咩声嚟噶？朱先生个手提电话响紧啊！咩话？哦。你好啊，哦，系嫲嫲。你哋点样啊？我想同 Polly 讲几句啊。好啊，冇问题。你好啊 ，Polly， 你个假期过得开心啊？你好啊 ，Polly， 你个假期过得开心啊？玩具熊去郊游 ，Peppa 同佢屋企人今日去郊游。朱先生准备咗去野餐。Peppa、George， 你哋准备好晒啲嘢未啊？准备好，我要带埋啤啤熊去。好浓。你哋带埋玩具去，一定要照顾佢哋啊！知道啦，妈咪。大家准备好未啊？准备好啦，爹哋。好啦，出发。George 唔记得带恐龙啊！哎呀 ，George， 你应该好好照顾恐龙噶，知道吗？恐龙！大家而家系咪好肯定已经带齐所有嘢，冇唔记得攞啊？系啊，爹哋。啤啤熊，我唔记得攞啤啤熊啊！你摆咗啤啤熊喺边啊？我谂摆咗喺厨房张台啊。Peppa， 你应该好好咁照顾啤啤熊噶。啤啤熊，我哋又出发啦！准备好未？准备好啦，爹哋。我哋出发。呢度就系野餐嘅地方。我哋到啦。好嘢！啊，呢个野餐嘅地方真系好啊！呢度好宁静，令人好舒服啊！是苏怡啊，仲有佢爸爸邮差先生。你好，麦巴马先生，你送信嚟俾我哋噶？哈哈，我今日唔系嚟派信噶，我今日放假啊。咩？我哋系嚟呢度野餐噶，我哋都系啊。我有个好主意啊，不如一齐嚟个大型野餐。好啊，好盛大嘅野餐啊！我同 George 可唔可以离开张台啊？我哋想同苏怡玩啊！好啊 ，Peppa。苏怡，我带咗啤啤熊嚟啊！我带咗我嘅马骝。哦哦哦，恐龙。我有一套野餐玩具啊！我哋玩野餐啦。哦，有鸭仔啊！我哋次次野餐嗰阵，佢哋就会过嚟噶啦。我哋而家。炸弹有橙汁喺度，我哋仲可以炸弹有蛋糕，炸弹有蛋糕喺碟度，好好味啊！弊啦，我谂鸭仔唔中意炸弹嘅蛋糕啊。算数啦，即系仲有好多留俾马骝、恐龙先生同埋啤啤熊。嗯，好味啊！哦哦哦，马骝啊，未食过咁好味嘅蛋糕。Peppa、George， 够钟翻去啦！拜拜，苏怡，拜拜。大家准备好未啊？准备好啦，爹哋。我哋都系时候要翻屋企啦，苏怡。知道啦，爹哋。杯、碟、马骝、啤啤熊，我弊啦。啤啤熊，你唔应该喺度噶。Peppa 唔记得咗攞啤啤熊，又是系咁啦。Peppa 同屋企人翻到嚟屋企啦。哦，
今日我揸咗好耐车啊，而家好想可以放松下，晾高对脚再睇下。啤啤熊，我唔记得攞啤啤熊啊。哦 ，Peppa， 咁爹哋就要揸好远路翻翻去野餐嗰度揾啊。哦，系啊，梗系啦。系斑马先生，邮差先生。你今日唔系放假嘅咩，斑马先生？冇错，我今日系放假，不过苏儿带咗一个好特别嘅邮件过嚟啊。收件人是 Peppa 小姐的。你的邮件啊 Peppa， 是什么来的？是啤啤熊啊。你刚才忘记拿啤啤熊，所以我们送她回家。苏儿麻烦你。啤啤熊今天郊游一定是觉得很刺激的了。不过 Peppa， 你应该好好地照顾她才对的。知道了妈咪。啤啤熊你今天真的很曳很曳啊。你一定要答应我，千万不要乱咁走，以后要乖乖地。对不住啊 ，Peppa， 我应承你。黎章，因为今日落雨，所以 Peppa 同 George 唔可以出去玩啊。Daddy， 外面停雨啦，我哋可唔可以出去玩啊？哈啊！咁好啦，你哋出去玩啦。Peppa 好鍾意跳落啲泥凼度㗎。我好鍾意泥凼㗎。Peppa， 你要跳落泥凼嘅话就要着咗水鞋先得㗎。对唔住啊。George 都好鍾意跳落啲泥凼度㗎。George 啊，如果你要跳落泥凼度就一定要着水鞋㗎。Peppa 好鍾意照顾佢細佬 George。我哋再去揾多啲泥凼啊。Peppa 同 George 玩得好开心啊。Peppa 揾到个好细嘅泥凼，而 George 就揾到个大泥凼。George 睇下。那边有个好大的泥凼啊。George 好想第一个跳入大泥凼度。等阵啊 George， 我要帮你试下是不是安全先啊。好耶，这里安全啊。对不住啊，不过是泥来的。Peppa 同 George 真系好中意跳落泥凼度玩噶。快啲嚟啦 ，George， 我哋而家要去俾爹哋睇下。你哋唔系啊嘛？你估下我哋做过啲咩嚟呀？等我估下先。你哋头先去咗睇电视？唔系呀，爹哋。你哋啱啱冲完凉？唔系。咁我知啦，你哋头先跳咗落泥凼度。冇错啊，爹哋，我哋头先跳咗落泥凼度啊。呵呵，睇下你两个几污糟啊。哦。唔紧要啦，系泥嚟啫。喺妈咪睇到之前，快啲抹干净佢。爹哋，抹干净之后，你同妈咪会唔会同我哋一齐玩噶？会啊，我哋可以喺花园一齐玩。Peppa 同 George 着咗水鞋，朱太太同朱先生亦着咗水鞋。
Peppa 终于喺泥凼度跳上跳落，大家都好中意喺泥凼度跳上跳落。哎呀，爹哋啊，睇下你而家几污糟啊！都只系泥嚟啫。恐龙先生不见了。George 最中意嘅玩具就系恐龙先生。恐龙。George 好中意恐龙先生噶。有时候 George 会用恐龙先生嚟吓 Peppa。喂，好惊啊！食饭嗰阵，恐龙先生会坐喺 George 隔篱。头先系边个嘅 at 啊？到底系 George 你啊，定系恐龙先生啊？恐龙。冲凉嗰阵 ，George 都会同恐龙先生一齐冲噶。早唞啦 ，Peppa。早唞，妈咪。早唞啦 ，George。早唞啦，恐龙先生。当 George 瞓觉嗰阵，恐龙先生会瞓喺佢隔篱。George 最中意玩嘅游戏系将恐龙先生抛上半空，然后等佢跌落嚟嗰阵接翻住佢。Peppa 同猪先生喺度捉紧棋，我赢咗啦，爹哋。做得好啊 ，Peppa。咩事啊 ，George？George， 发生咩事啊？恐龙。George， 你系咪唔见咗恐龙先生啊 ？George 唔见咗恐龙先生啊！唔使担心 ，George， 我哋会揾翻恐龙先生嘅。系时候到侦探出马啦。Daddy， 到底乜嘢系侦探啊？其实所谓侦探就系一个飞上擅长揾翻失物嘅人啊。我系侦探，我擅长揾失物噶。咁好啦，就由 Peppa 做侦探啦。George， 我就系侦探啦，我会帮你揾翻恐龙先生噶啦。系咁，你身为侦探就要问 George 几个简单问题先。George 啊，恐龙先生而家喺边度啊？George 唔知道恐龙先生去咗边度喎。侦探可以估下恐龙先生会放喺边度噶。我谂到。我知佢喺边啦 ，George 成日都带埋恐龙先生一齐冲凉噶，所以恐龙先生会喺浴缸入面。恐龙先生唔喺浴缸入边。哦，我谂到啦，我知恐龙先生喺边啦。George 成日都要恐龙先生每晚都陪佢瞓觉噶。所以佢一定喺张床度。恐龙先生亦都唔喺 George 张床度。哦，可能我哋要去花园度揾下。系啊，花园啊，我都谂住讲噶啦。究竟恐龙先生喺边度啊？恐龙先生真系好难揾啊。哦，度度都揾唔到恐龙先生啊。George。你咪好鍾意将恐龙先生抛上天嘅，唔知道今次你系咪将恐龙先生抛得太高呢？喺嗰度啊，恐龙先生啊，我见到先噶。做得好啊 ，Peppa， 你真系一个好犀利嘅侦探啊！恐龙。George 好开心可以找得翻恐龙先生啊！我谂你以后都唔好喺棵树隔篱抛恐龙先生啦。
好冷。最好的朋友。Peppa 喺度等紧佢最好嘅朋友 Susie。你好啊，Peppa 你好。Susie 系嚟揾 Peppa 一齐玩噶。Peppa 好中意 Susie，Susie 都好中意 Peppa， 佢哋系最好嘅朋友。Peppa， 不如你同 Susie 上睡房玩啦。好啊，妈咪。George 都想一齐玩喎。Peppa 同 Susie 好中意喺 Peppa 间睡房度玩。George 都系啊。唔得啊 ，George， 呢个游戏净系侵略者玩噶咋，你去玩翻你啲玩具啦。Peppa 同 Susie 净系想自己玩咋。我就是小小的妖精公主。我要挥动我这支魔杖，将你变成只青蛙。George 不喜欢自己一个玩。George 都想一起玩。唔得啊 ，George， 我同 Susie 玩紧噶，你要去第二度玩先得啊。George 想同 Peppa 一齐玩，佢觉得有啲寂寞啊。George， 我想你帮手，我喺度整紧朱古力碎曲奇啊。我想你帮我舐干净个碗啊。George 好中意帮妈咪整曲奇噶。但是他更加喜欢跟 Peppa 玩呢。我想做护士啊。而我就想做医生。这样谁做病人啊？ George！ Peppa 和 Susie 很喜欢扮医生和护士。George 都是啊。Peppa 听紧 George 嘅心口，嚟啊 George， 而家深呼吸，然后咳。我觉得你个心有啲问题啊，我要帮你粘胶布。擘大个口啊，唔该。而 Susie 帮 George 量体温。哎呀，弊啦，你烧得好紧要啊，我谂你需要入医院住三年啊。朱先生又嚟揾 George 喎。哦，弊啦 ，George 佢咩事啊？放心啦，我哋玩紧游戏咋。George 系我哋嘅病人。哦，原来系咁。咁我可唔可以探个病人啊？你探一阵好啦，病人要休息噶。Cookie 啊，系啊，系俾 George 噶，呢啲系医翻好佢嘅药嚟噶。是啦，医生帮我检查，我的肚子好痛啊。好痕啊。我听到你的肚子打鼓啊，你一定是好痛饿了爹地。看来我要吃很多曲奇来医翻好佢啊。我都是啊。我又是，仲有我啊。鹦鹉 Polly， 听爸同屋企人嚟探猪妈妈同猪爷爷。妈妈，爷爷，妈妈。
爷。我可爱的孙仔孙女入嚟啦，我哋有惊喜啊！哇，系咩嚟噶？我哋有只新宠物，你哋估下系咩啊？恐龙？唔系啊，我哋只宠物唔系恐龙啊！入嚟睇下。啊！猪嫲嫲同猪爷爷养咗只鹦鹉啊 ，Pepper、George， 佢系我哋养嘅鹦鹉，佢个名叫 Polly， 靓靓 Polly。啊！靓靓 Polly！ 哇！我呢只鹦鹉好聪明噶。啊！我呢只鹦鹉好聪明。妈咪，点解嫲嫲讲咩 Polly 就跟住讲咩嘅？鹦鹉是这样的，试给你看啊。你好啊 ,Polly。你好 ,Polly。你这鹦鹉好聪明啊。你这鹦鹉好聪明啊。来啦，咁多位。食茶点啦。Pepper, George, 来啦。有朱古力蛋糕啊。来啦妈妈。Pepper 同 George 好喜欢吃朱古力蛋糕。但系今日佢哋好想食快啲，再同鹦鹉 Polly 玩啊！食完啦！你哋食嘢真系好大声啊！嫲嫲，我哋可以离开个位，过去同鹦鹉 Polly 玩嘛？你肯定你已经食晒个蛋糕啦。咁你哋去啦。好耶！同 Polly 讲啲嘢啦 ，George 有啲怕丑啊。你好，你好。Peppa 同 George 好享受同 Polly 一齐玩啊。我叫做 Peppa。你都讲啲嘢啊！Peppa 同 George 喺度扮紧鹦鹉喎。我系鹦鹉 Polly。Peppa 喺度谂紧，应该对 Polly 讲啲咩好呢？我系只多嘴嘅鹦鹉。我系只多嘴嘅鹦鹉。Peppa、George， 你哋同 Polly 玩紧啊？系啊，嫲嫲。Polly 真系一只好乖嘅鹦鹉啊。系啊，嫲嫲。我是隻聪明的鹦鹉。我是隻多嘴的鹦鹉。我是隻多嘴的鹦鹉。哦，这样的。哎呀，为什么会这样的？Peppa 同 George 喺度玩紧捉迷藏，而家到 George 匿埋啦。佢要喺 Peppa 数完之前揾个地方匿埋。一、二、三、四、五、六、七。George 揾到个地方匿埋啦。啱啱赶得切，十，准备好未啊？我嚟啦。Peppa 要揾出 George 匿埋喺边。我揾到你啦。Peppa 揾到 George 啦。
George， 我一眼就望到你喺呢度啦。而家轮到 Peppa 匿埋啦。一、三，等我嚟帮 George 数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啦 ，George， 擘大你对眼啦。George 要揾出 Peppa 匿埋喺边。Peppa 唔系匿埋喺台底喎。George， 你有冇谂过揾下楼上啊？Peppa 唔喺床下底喎。头先嗰啲怪声系咩嚟嘅呢？Peppa 亦唔喺窗帘后面，啲怪声又是出现啦，系啲咩声嚟呢？George 揾到 Peppa 匿埋喺边啦。George 揾到我啦，而家到爹哋匿埋啦。哦，我觉得应该到 George 至啱。但系 George 根本唔识点匿埋喎。我肯定佢今次会好好多噶啦。合埋眼先，然后开始数啊。一、二。今次弊啦 ，Peppa 好快又会揾到 George 噶啦。五。George， 过嚟呢度啊。八、九。十，准备好未啊？我嚟啦！George 今次冇匿喺台底喎，但系明明 George 次次都匿喺呢一度噶。你有冇谂过揾下楼上啊？我知佢喺边啦。George 喺玩具篮入面。George 唔喺玩具篮入边，佢会喺边度呢？Peppa 揾极都揾唔到 George 喎。Daddy， 我揾极都揾唔到 George 啊！真系啊，咁佢会匿喺边度呢？我谂咧，呢份报纸可能同 George 有啲关系啊。George， 我找到你啦！哎呀 ，George， 你匿埋呢一度真系好聪明啊！原来 George 一直匿埋喺朱先生份报纸里面啊！幼儿班 ，Peppa 同 George 而家翻紧幼儿班。George 今日系第一次翻咋 ？George， 你期待今日翻幼儿班吗 ？Daddy， 我觉得 George 佢太细，唔应该翻我嘅幼儿班啊。冇问题噶 ，Peppa， 因为有你，仲有恐龙先生陪住佢啊嘛。恐龙。但系我想同啲大啲嘅同学玩啊，唔系同 George 仲有佢嘅恐龙玩具玩啊。弊啦 ，Peppa 唔想 George 翻佢嘅幼儿班。我哋到啦。Daddy， 你肯定 George 真系要一齐嚟？唔会有问题噶。好啦，一齐入去啦。再见。晴灵太太负责照顾幼儿班的小朋友。大家好。
佢就系我嘅细佬 George。你好啊 ，George。咩？咩？我都想有个 George 咁嘅细佬啊！真系噶？你好啊，我叫做 Danny。呢只系恐龙嚟啊！只是恐龙玩具嚟噶咋？恐龙，好犀利啊！恐龙，恐龙，哇！真系好恐怖啊！哇，好犀利啊 ！George 佢系我细佬啊，佢好犀利噶。Peppa 为佢嘅细佬而感到自豪啊！我哋就为 George 示范下点样画画啦。George 画画唔系咁好噶咋？咁不如由你试下帮佢啊！好啊，我画画好叻噶，我会教佢点样画一朵花噶。George， 我今日准备教你画画，就系点样画一朵花。首先画一个大圆圈，唔系啊 ，George， 你用错颜色啊！而家咧就画啲花瓣 ，George， 花瓣唔系咁噶，跟住就系要画啲茎同埋叶，完美。George， 你完全做错晒啊！睇下你哋画咗啲乜嘢？我画咗一朵花，画得好靓啊 ，Peppa。而 George 你咧就画咗一只恐龙出嚟喎。恐龙，犀利啊！我觉得 George 同 Peppa 嘅画应该拎去贴堂啊！好嘢！Peppa， 你有个咁叻嘅细佬，一定好自豪噶啦。冇错，系呀。救命！够钟放学啦，班细路嘅父母嚟接佢哋放学。George 下次仲可以嚟吗？可以，佢下次仲可以画多幅靓画添噶。咁你下次会画啲咩啊？话我听啊。恐龙。是另一幅恐龙画，你下次可以教下我哋点样画恐龙画噶。好犀利啊！系呀，好犀利呀，好犀利！猪太太的工作。朱太太用佢部电脑做紧嘢。朱先生就整紧汤做午餐。爹哋啊，我哋可唔可以睇下妈咪用电脑做嘢啊？可以，不过你唔好阻住佢，佢今日有好多重要嘢要做啊。多谢爹哋。朱太太有好多重要嘢要做啊。George 同我可唔可以坐喺你大髀望住你做嘢啊？好啊，但系你哋要静啲噶。Peppa 同 George 好中意望住朱太太用电脑做嘢。妈咪，我哋可以玩嗰个电脑游戏开心鸡嘛？我哋一阵间先再玩开心鸡啦。我而家要做嘢啊。妈咪，我哋帮你做嘢啊。唔好啊 ，Peppa， 你唔可以掂部电脑噶。仲有 George， 你都一样唔可以掂部电脑啊。系啊 ，George， 你唔可以咁做噶。Peppa， 停啊！妈咪对唔住啊，我只系想示范俾 George 睇，唔应该咁做啫。弊啦，部电脑似乎坏咗。Daddy 啊！咩事啊，妈咪？爹哋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整翻佢啊？
你而家整电脑，我就帮你煮午餐啦。咁好啦，妈咪。但系我电脑唔系好叻噶。好多谢你啊，爹哋。朱先生准备整翻好部电脑啦。等我试下熄咗部电脑，然后再开翻佢啦。朱先生整翻好部电脑啦，犀利啊，爹哋！系啊，我谂我系呢方面嘅专家嚟啊，爹哋，我哋可以玩嗰个电脑游戏开心鸡嘛？我谂你应该问下妈咪先。妈咪话我哋一阵间可以玩噶。如果系咁好啦，我唔知只游戏碟喺边。跟住到我啦。今次轮到我啦。上面到底做咩咁嘈呢？睇嚟部电脑已经整翻好了喎。长猪仔，坐在花园度玩紧波。Peppa 都想玩喎。George， 你完全做错晒呀！抛接波系咁玩噶。唔系咁玩噶。你剛才是這樣的。 Peppa 真的很沒禮貌啊。 George， 你的豬仔快點回來啊。可能 Peppa 蝦 George 蝦得太過分了。 Peppa， 你是不是蝦 George 啊？不是啊，媽咪，我教他怎樣玩拋接波而已。真的嗎？我有個遊戲可以教他怎樣玩拋接波的，遊戲叫做搶豬仔。 Peppa， 你拿著個球然後站在那邊，而 George 你就站在這邊。對了，你哋要互相抛个波俾对方，而我就尝试抢个波，而我系负责抢猪仔。妈咪系负责抢猪仔。接住啦 ，George。哎呀，接唔到添。George 接住咗个波啊！好嘢，做得好啊 ，George！ 你而家抛个波俾 Peppa 啦。哦，再试下。再嚟啊 ！George 唔可以将个波抛过猪太太。嚟啦 ，George， 俾个波我啦。
你好傻啊 ，George， 我都识咁做啦。Peppa 想学 George， 但系佢太大，过唔到去啊。我拎到个波啦 ，Peppa， 而家轮到你负责做猪仔 ，George 接住啦，好嘢，接到 ，George 你要做猪仔啦，George 接住，George 接住啦，接住啊 ，George，George 接住啦。俾个波你啊 ，George！ 喂！哎呀 ，Peppa， 你系唔应该咁样虾 George 噶 ？George， 对唔住啊！点解咁嘈嘅 ？Daddy，George 佢太细粒，所以玩唔到长猪仔啊！我肯定佢够高大喎、啊。唔系啊 ，Daddy， 你睇住啊！George 接住佢，好嘢！咁样唔公平。唔系啊，我只系帮 George 少少忙啫。妈咪，咁不如你帮我啊？当然好啦 ，Peppa。George 传俾我啊 ！George 接住。Peppa 中意玩抛接波 ，George 又中意玩抛接波，原来大家都中意玩抛接波噶。Daddy 的眼镜不见了。朱先生要戴眼镜，佢要戴咗眼镜先睇得清楚。当朱先生戴咗眼镜嗰阵，所有嘢都好清楚。但系当佢除咗副眼镜落嚟嗰阵，佢睇嘢就好模糊啦。所有嘢睇落都会好蒙。所以对朱先生嚟讲，佢一定要知道副眼镜摆喺边度噶。朱先生有时会唔见咗副眼镜。Peppa、George， 你哋有冇见过 Daddy 副眼镜啊？佢周围揾过都冇啊。冇啊，妈咪。Peppa 同 George 唔知道朱先生副眼镜喺边。哦，惨啦 ！Daddy 冇咗副眼镜睇唔到嘢噶，佢就会好掹整啫。冇戴眼镜嗰阵，朱先生根本睇唔到报纸。今次真系麻烦啦，我咩都睇唔到啊！一定系有人将我副眼镜摆咗喺第二度。你记唔记得你将佢放咗喺边啊 ，Daddy？ 我唔戴嗰阵一定会摆喺袋入面噶，但系而家个袋冇啊。Daddy， 我哋帮你揾副眼镜啊！好主意啊 ，Peppa！ 只要你揾到佢 ，Daddy 就唔会咁掹整噶啦。我一啲都冇掹整。而家 Peppa 同 George 开始揾朱先生副眼镜啦。Peppa 揭起报纸睇下下面，但系朱先生副眼镜唔喺度。哦。George 就去电视顶度揾下，但系朱先生副眼镜都唔喺嗰度。哦。我哋上楼上揾下 Daddy 同妈咪间睡房啊。Peppa 同 George 一齐去朱太太同朱先生间睡房揾啦。George， 你要小心唔好撞跌任何嘢啊！一啲都唔好笑。Peppa 揾枕头底，但系朱先生副眼镜唔喺度啊。哦。
George 就揾朱先生对拖鞋，但系副眼镜亦都唔喺入边。我哋去浴室揾啦。Peppa 同 George 一齐去浴室揾，副眼镜唔喺浴缸入边。哦。副眼镜亦唔喺座厕入边。哦。好难揾啊。Peppa 同 George 揾极都揾唔到朱先生副眼镜喺边度啊！我哋周围都揾过啦，但系都揾唔到爹哋副眼镜啊！哦，弊啦，我哋而家点做好啊？我谂我要学下唔用眼镜生活啦，只要我慢慢行就唔会撞到嘢噶啦。喺嗰度啊，系爹哋副眼镜啊！爹哋啊，原来你一直坐住副眼镜啊！哦，咁冷静嘅。点解会走咗去梳化度噶？系咯，唔知道咧。虽然爹哋你今次咁论尽啦，但起码你唔使再猛整啦。我一啲都唔猛整啊！完艺。Peppa 同 George 嚟到猪嫲嫲同猪爷爷嘅屋企玩啦。爷爷接住。接住。系咩嚟噶？恐龙。系只恐龙嚟噶。爷爷，你做紧咩啊？我喺度种紧呢啲种子啊。种子？种子系咩嚟噶？种子咧，大咗就会变成植物。我只要整个细窿喺度，放粒种子入去，然后用泥土冚住佢，最后淋啲水上去。我花园入面嘅所有植物都系由呢啲种子种出嚟噶。连呢棵苹果树都系呀？哦，冇错系。咁细粒嘅种子发芽后就会变成好细棵嘅苹果树，好似佢咁。哦。而呢棵咁细嘅苹果树会慢慢长大成好大嘅苹果树，好似佢咁。哟、哦。而呢啲苹果入边有更多嘅种子，会变成更多苹果树。冇错，就系咁啦。爷爷，爷爷，我都想种嘢啊！你想唔想种士多啤梨种子啊？好啊！呢粒细小嘅种子，迟啲就会变成一棵士多啤梨树噶啦。首先整一个好细嘅窿，然后放粒种子入去，跟住用泥冚住佢。你想我帮你淋水吗？唔使啦，我想自己淋啊。好，而家就要等佢慢慢长大啦。Peppa 同 George 等紧粒种子长大，根本咩都冇生出嚟噶。你要俾啲耐性先得噶 ，Peppa。种子变成树要好长时间噶。Peppa、George 系时候翻屋企啦。但系我哋等紧棵士多啤梨树生出嚟。我真的好想食士多啤梨呀、啊！你放心啦 ，Peppa， 下次你嚟嗰阵，粒种子就会变成士多啤梨树噶啦。跟住就有士多啤梨食。冇错啊！嚟啦 ，Peppa， 再见啦，爷爷，再见士多啤梨。猪爷爷负责打理 Peppa 嘅士多啤梨树。好多日之后，猪爷爷见到粒种子开始发芽，然后呢一棵植物一日一日咁长大。有一日，猪爷爷发现呢棵植物变得好特别，系士多啤梨啊！爷爷，我哋又嚟啦 ！Peppa 同 George 又嚟玩啦！爷爷，爷爷，有士多啤梨未啊？有啦。
你睇下，哇，士多啤梨呀、啊！多谢爷爷。爷爷，我哋可以种其他嘢吗？可以。今次俾 George 拣种啲咩啦？好啊，你拣啦 ，George。你拣红萝卜。爷爷，我谂 George 想种红萝卜啊。George， 你真系想种红萝卜咩？唔想。咁你想种啲咩啊 ？George 谂到佢想种啲咩啦？恐龙。George 想种一棵恐龙树啊。George 好傻啊！恐龙是种不到树的。恐龙打 CA。 Peppa、George、朱太太和朱先生在吃早餐，今天的天气非常好啊。Peppa 和 George 好心急，想出去玩啊！妈咪，我哋可以出去玩嘛？你哋要食晒早餐先可以出去玩噶。George， 饮果汁唔好饮得咁快啊！因为 George 饮果汁饮得太快，令佢而家打 C 啊！我哋而家可以出去玩嘛，妈咪。等 George 唔再打 C 先啦。但系 George 而家冇打 C 啦，系咪呀 ，George？ 好啦，你哋可以出去玩啦。你要睇住细佬噶。Peppa 同 George 好中意喺花园度玩噶。George， 我而家抛个波俾你，你要接住佢噶。George， 唔好再打 C 啦。George， 你而家抛翻个波俾我，等我接住佢呀。George 啊！弊啦 ，George 打 CA 搞到佢玩唔到啊 ！George， 我有方法帮你唔好打 CA， 你要照我讲嘅去做啊！一边摸住你头顶，一边摸下个肚，做得好，而家你唔会打 CA 噶啦。Peppa 嘅方法睇嚟冇效喎。George， 你完全做错晒啊！我知道有另外一个医打斯益嘅方法。首先呢，你要原地跳三次，要用单脚跳。而家就系咁揈你对手，然后再伸条脷出嚟。跟住呢，眯埋对眼。然后好快咁原地转转三次，Peppa 第二个方法一样冇效 ，George 仲打紧 C 液啊！我谂到啦，要依打 C 液就一定要吓嗰个人至得啊 ！George， 我而家要吓你啊，但系你要记住，我咁做即系为咗医好你，唔再打 C 液。记住啊，我只是炸地吓你的咋。Peppa， 你不可以这样吓 George 的，他现在还小啊。对不住啊，我只是想 George 不再打 C 液咋。George 没再打 C 液了。朱先生行紧过嚟，仲带埋两杯果汁添啊 ！George， 如果你饮得太快，又会打 C 噶啦。
我唔似 George 咁细个，我中意饮几多几快都冇问题噶。单车。今日天朗气清 ，Peppa 同 George 喺度踩单车。呢个南瓜真系好靓嘅，爹哋。朱先生对佢嘅南瓜觉得非常自豪。南瓜系我唯一种到嘅嘢，可能系因为我中意南瓜批啩。快啲啦 ，George、Danny、Susie、Rebecca。Peppa 同佢嘅朋友 Danny、Susie 同埋 Rebecca 喺度踩紧单车，而 George 就踩紧佢架三轮车。你踩得太慢啦！斗快踩去朱先生个南瓜度啊！如果斗快踩去爹哋个南瓜度，我哋就要小心，千祈唔好撞到个南瓜啊！如果撞烂咗佢嘅话，爹哋会好伤心噶。放心啦 ，Peppa， 斗快去啦！Peppa 同佢嘅朋友斗快踩去朱先生嘅南瓜度啦。喂，小心我个南瓜！好嘢！Peppa， 小心啊！因住爹哋个南瓜，爹哋对唔住啊！睇下 George 佢踩得几慢啊！George 仲喺度踩紧三轮车啊！其实你架车都系差唔多啫 ，Peppa， 你仲系用紧辅助辘啊！我踩单车已经唔使用辅助辘啦，我都系啊！仲有我。我哋再踩上山啦！你要一齐吗 ，Peppa？ 唔啦，我留喺呢度算啦。一阵见啦。好啦。Peppa 好希望佢部单车冇加到辅助辘啊！爹哋，我架单车已经唔想再用辅助辘啦。冇咗佢，你真系踩到？系呀。好啦 ，Peppa， 咁我拆走佢啦。朱先生拆走 Peppa 部单车上嘅辅助辘。你真系唔用辅助辘嚟踩单车啊？系啊，你之前未试过咁噶、啊。我做得到噶，得噶得噶。啊！一啲都唔好笑。唔用辅助辘踩单车，一啲都唔简单啊！你要我帮手吗 ，Peppa？ 好啊，唔该，爹哋。咁好啦，准备，坐好，出发。唔好放手啊，爹哋。放心啦，我会捉实你噶。你真系做得好好啊 ，Peppa。捉实啦，爹哋。你继续踩啦。Peppa 靠自己踩单车，而且冇用辅助辘添啊。爹哋，你做咩放手啊？你一路都系自己踩，我冇帮手啊。真系噶？你头先真系踩得好好啊。真系噶？哦，我识踩单车啦！睇下我，睇下我，我识踩单车啦！睇下，Danny、Susie、Rebecca， 睇下，我唔使再用辅助辘踩单车啦！睇下我啊，好嘢！斗快踩去爹哋个南瓜度啊！Peppa， 小心啊！我个南瓜，我就嚟赢噶啦 ！Peppa 完全冇睇前边啊！哇！唉，弊啦 ，Peppa 砸烂咗朱先生个南瓜。对唔住啊，爹哋，我砸烂咗你个南瓜。唔好理个南瓜住啦，最重要嘅系你平安无事啊！下次你踩单车一定要睇路啊，知嘛？我答应你，我一定会的了。好厉害。话时话，既然个南瓜已经烂了，我就将它整成南瓜批了。我好喜欢吃南瓜批的。因为爹地这个南瓜这么大个，
肯定个南瓜批绝对够大家一齐食噶啦。好耶！秘密。朱太太帮 Peppa 整咗个特别嘅盒仔。Peppa， 呢个盒系送俾你噶。多谢妈咪。呢个系秘密盒仔，俾你放啲秘密入去噶。唔知道我可以放啲咩入去咧？呢样嘢你自己决定啦 ，Peppa。呢个系你嘅秘密盒仔。我知道放啲咩入去啦。好啊，唔使话我听噶。我唔会话俾你听噶，或者系 George 同埋 Daddy 听。呢个系秘密。George， 呢个系我嘅秘密盒仔，佢而家系空嘅，但系我要揾啲嘢放入个盒入面。George 想帮 Peppa， 唔得啊，得我可以知道个盒放啲咩噶咋？你而家出去先啦，因为我要喺度拣嘢啊。Peppa 准备拣一啲秘密嘅嘢放入个盒度。而家我个秘密盒仔放咗嘢啦 ，George， 你唔可以偷望个盒噶。George 好想知道 Peppa 个盒放咗啲咩啊？如果你想嘅，你可以试下估嘅。恐龙。George 觉得 Peppa 放咗只恐龙入个盒度啊。Oh George， 你见到啲咩都净系识得讲恐龙嘅。总之咧，恐龙咁大只，根本放唔到入个盒度噶。George 估唔到 Peppa 个盒入边有啲咩啊？朱先生喺度打扫紧幅画。Daddy， 呢个系我嘅秘密盒仔，系妈咪整俾我噶。乜咁好啊 ，Peppa？ 入边有咩啊？呢个系秘密。George 有试过估，但系佢估唔中啊。我又可以估下吗？可以啊。你是不是放了副眼镜进去啊？不是啊，你不是戴着你副眼镜咯？又是啊。Daddy 好傻啊，你要认真点去估的。是这样好啦，你放了妈咪对鞋进去？不是，你已经用尽所有机会再去估了。Peppa 很喜欢秘密。妈咪，没人估到个盒入面是什么啊？George， 你拎住啲咩啊？我都整咗个盒俾 George 啊，佢放咗啲秘密入去啊，只有 George 先知道入边有啲咩噶。Peppa 想知道 George 个盒入边有啲咩啊？里面一定系 George 嘅玩具恐龙啊！唔系 ，George 嘅玩具恐龙唔喺个盒入边啊！真系太难估啦，我唔估啦。Peppa 已经冇之前咁中意秘密啦。我谂呢，如果你俾 George 睇下你个盒度有啲咩嘅，佢都会俾你睇佢个盒有啲咩噶。好啦，但系我哋要一齐做噶。真系个好主意啊！我数到三，你哋就喺盒度拎一样嘢出嚟，准备好未啊？得啦。一、二、三。George 放咗个鼓，Peppa 咧就放咗个喇叭。好好听啊！系啊，真系好好听啊！你哋仲有冇其他秘密嘢啊？George 放咗个奶油冬甩入去啊！但系 Peppa 个盒系空噶。我冇放其他嘢咯。好彩我都有啫，嚟啦，一齐食啊 ！George、Peppa、朱太太同朱先生都好中意奶油冬甩噶。我冇一个秘密盒仔，但系我知道有个好地方收埋呢个奶油冬甩。你估喺边度？你要将佢收埋喺雪柜入面？唔系，系一个更特别嘅地方，就系我个肚。好好味啊！我都要将我个冬粒收喺我个肚度。我都要啊！今日阳光普照 ，Peppa 同佢屋企人嚟到公园，佢哋准备放风筝。
George 准备第一个放风筝。George 出尽全力咁跑，但系只风筝始终飞唔起。George， 你完全做错晒呀！你根本跑得唔够快，而家轮到我啦。Peppa 尽晒全力咁跑，但系只风筝仍然飞唔起。而家冇风，只风筝系飞唔起噶。你跑得几快都冇用。哦，我哋要慢慢等，等到有风吹为止啊。哦，睇下，开始有风啦。而家开始有风，风筝飞得起啦。啲风越嚟越大，而家啲风非常大。George， 哇 ！Peppa， 唔该你啊，爹哋。朱先生放风筝，好耶！高啲，高啲。朱先生好识得控制只风筝。哇！系啊，我喺呢方面都算系专家嚟噶。你要小心啲树啊，唔系只风筝会卡住噶。放心啦，我知道我做紧咩。哦，弊啦，朱先生令风筝卡住喺棵树上边啊。弊啦。放心啦 ，George， 爹哋会拎翻只风筝落嚟噶。好嘢！小心啊，嗰度有个大泥潭啊 ！Peppa 同 George 好中意跳落泥潭噶。我哋可以跳落泥潭吗？好啦。唔得啊，我唔想你哋成身泥啊。嗯。小朋友，褪厚啲啊！你要小心啲啊，爹哋。我知道我做紧咩嘅。你真系要小心啲啊！仲争少少咋，爹哋。爹哋啊，你咁重，树枝会支持唔到噶。冇可能。我知道我自己有几重噶，拎到。好嘢！朱先生成功拎到只风筝。弊啦，佢哋全部成身都系泥啊！系泥嚟啫。好彩朱先生并冇受伤，而且只风筝亦拎翻落嚟。好嘢！我哋而家都成身泥，我哋可以跳落泥潭吗？既然系咁好啦，反正你哋已经污糟晒啦。仲有我谂，爹哋要负责帮你哋冲凉啦。哦。Peppa 同 George 好中意喺泥潭度跳上跳落。朱太太同朱先生都好中意喺泥潭度跳上跳落。大家都好中意喺泥潭度跳上跳落。原来喺泥潭度跳上跳落同放风筝一样咁好玩噶。野餐。今日阳光普照 ，Peppa 同佢屋企人正准备去野餐。朱先生拎紧野餐篮出嚟啦。野餐布、面包、芝士、番茄同柠檬水，仲有冇咩我哋漏咗冇带咧？妈咪嘅士多啤梨蛋糕。你两个放心啦，妈咪自制嘅士多啤梨蛋糕都喺入面啦。大家准备好未啊？准备好。系咁出发啦。呢度睇嚟好适合我哋野餐啊！好嘢！
出嚟玩真系好开心啊！我哋应该周围跑下做下运动啊！我就想食完嘢然后瞓翻阵啦，我唔想周围跑咁辛苦啊！我就觉得爹哋真系应该跑下，佢个肚腩好大啊！我个肚腩一啲都唔大，不过一阵就算冇人陪我都好，我都一定会做啲运动。食啲嘢先啦。好主意啊，妈咪，我真系好肚饿啊！好味啊！我而家觉得好眼瞓。乜你唔系想周围跑下嘅咩，爹哋？一阵先啦。睇下，嗰度有啲鸭仔啊！妈咪，我哋可以喂鸭吗？可以，你哋可以用剩低嘅面包喂啊。Peppa 同 George 好中意喂鸭噶。妈咪，佢哋好似仲想食咁喎。我哋已经冇晒面包啦，佢哋应该食够噶啦。对唔住啊，鸭太太，我哋冇晒面包啦。啲鸭仲想食嘢喎。爹哋唔可以再瞓啦，要做运动啦。啊？咩啊？又系你哋啊？Peppa 讲咗啦，我哋冇面包啦。妈咪，我哋仲有啲士多啤梨蛋糕喎、啊。如果啲蛋糕有剩嘅话，都可以俾啲佢哋嘅。大家都好中意朱太太自制嘅士多啤梨蛋糕噶。哎呀，黄蜂啊，我最憎就系黄蜂，走开！唔使咁惊，妈咪，只系只黄蜂仔嚟啫。走开啊，黄蜂！唔好喐就得啦，妈咪，佢好快飞走噶啦。你见到吗？只需要唔喐就得噶啦。哦，走开啊！走啊！啊救命啊！走啊！唔好飞过嚟啊！希望那只黄蜂不会跟爹哋啦。快啲走开啊！你只黄蜂。放心啦，爹哋跑得咁快，只黄蜂追唔到佢啊！趁只黄蜂未翻嚟，我哋食咗蛋糕先啦。弊啦，我哋唔记得留翻俾啲鸭仔啊！只黄蜂走咗啦。你话过要周围跑做运动噶嘛，爹哋？我估唔到你真系会咁做、啊。不过好彩，我嗰件士多啤梨蛋糕冇跌到落地啊！停啊，爹哋！我哋话过要俾啲鸭仔食噶。你哋有得食真系好啦！你哋快啲多谢爹哋啦！唔使咁客气、啊。是时候回家了，跟啲鸭仔讲再见啦。拜拜，鸭仔。我哋下次见啦。乐器。朱太太和朱先生在执紧屋啊！我和妈咪在阁楼度找到这个旧盒啊！哦，你哋估下盒入面有啲咩啊？唔知道。入面有好多唔同嘅乐器噶。哇！佢哋又旧又多尘啊！啊！超！这个是我小个时候拉过的小提琴啊。妈咪，你可不可以拉小提琴啊？我已经很久没拉过了。来啦，妈咪，拉给我们听啊。希望还记得怎样拉呢。拉得好啊。Oh yeah! 妈咪，可以给我拉一下吗？你要这样拎住、啊。知道了，妈咪。哦、哎呀，小提琴不应该是这样的声音的。George 又想试一下。你要这样拎啊 ,George。
小提琴都唔应该系咁嘅声噶。小提琴实在太难拉啦。Peppa， 可能你玩呢个鼓好啲啊。多谢爹哋。咁好听好多。Peppa 好中意打鼓。哇，好好听啊！系啊，啲声好好听啊。呢个系爹哋嘅手风琴啊。我同妈咪第一次见面嗰阵，我试过拉俾佢听嘅。哎呀，爹哋，我仲记得呢首歌啊！George 都想试下拉手风琴。你真系想拉啊？手风琴好难拉噶、啊。George， 呢个系手风琴，同我个鼓一样，都系咁难玩噶。好啦 ，George。可能 George 太细个拉唔到手风琴啊。Daddy， 个盒入面仲有啲咩乐器啊？有呢个号角。我可以吹嘛？你要好用力咁吹噶、啊。睇嚟 Peppa 吹唔到啊。根本冇可能吹到啊！我记得我以前都吹到噶。睇嚟朱太太都吹唔到啊！我谂要好似我咁大只先可以吹得响佢啊！连朱先生都一样吹唔到啊！Peppa 讲得啱，根本就冇可能吹得响佢。唔紧要啦，爹哋，你拉手风琴咪得咯，你拉得好好听啊！唔系自己赞自己啊，我真系拉得几好听噶。我就拉我嘅小提琴啦，而我就打我嘅鼓。朱太太拉小提琴，朱先生拉手风琴 ，Peppa 就打鼓。咁 George 可以玩咩呢？George 竟然吹号角啊！妈咪吹唔响个号角，爹哋都一样吹唔响个号角，就连我都吹唔响个号角。但系 George 吹得响啊！新鞋，Peppa 同 George 头先一路喺花园度玩紧。Peppa， 你对鞋呢？哦，我唔见咗啊！我谂你一定揾得翻嘅。我哋不如试下喺花园度揾啦。好啊！大家都帮手揾 Peppa 对鞋。朱太太喺花圃度揾，不过 Peppa 对鞋唔喺度。哦。朱先生就喺手推车入边揾 ，Peppa 对鞋都唔喺度。哦。Peppa 同 George 就揾下花盆入边 ，Peppa 对鞋亦唔喺入边。哦。我哋揾过晒啦，但系都揾唔到 Peppa 对鞋喎。Peppa 对鞋唔见咗啊！而家我冇鞋可以着啦。Peppa 真可怜啊！其实你对鞋都好旧噶啦，我买个对俾你啦。可以买对红色嘅鞋吗，妈咪？当然可以啦 ，Peppa。George， 我就快会有对新红鞋啦。朱太太同 Peppa 嚟到兔小姐间鞋铺。兔小姐你好，朱太太你好啊。我想帮 Peppa 买一对新鞋啊，要红色鞋。等我帮你揾对最可爱嘅鞋啦 ，Peppa。要红色嘅，唔该。我知道啦，红色啊嘛。哇！新红鞋呀、啊、！George 同朱先生喺度捉紧棋。哦。捉得好啊 ，George！ 爹哋，睇下我对新鞋啊，系
红色噶。系、哦，新红鞋、哦。妈咪，你中意我对新鞋吗？中意啊 ，Peppa， 你着咗之后显得好醒神啦、啊。George， 你中意我对新鞋吗？大家都好中意 Peppa 对新鞋啊！我真系好中意我对新鞋呀、啊！我直头中意到唔想除落嚟添啊！而家系冲凉时间 ，Peppa 就算冲紧凉嗰阵，都着住对新鞋噃、啊。Peppa 已经换咗睡衣，但系仍然着住对新鞋。Peppa 就连瞓觉嗰阵都要着住对新鞋啊 ！Peppa， 你真系唔想除低你对新鞋啊！我永远都唔想除低我对新鞋啊，妈咪。咁好啦，早唞啦 ，Peppa George。早唞妈咪，早唞爹哋。早唞啦，我两个宝贝。今晚一直喺度落紧雨，令到成个花园都好湿。朱太太着咗水鞋，朱先生亦都着咗水鞋 ，George 都着咗水鞋，但系 Peppa 仍然着住佢嗰对新红鞋。George 喺啲湿草堆入边玩，弊啦 ，Peppa 都好中意喺湿草堆玩，但系佢唔想整湿佢对新红鞋、啊。我唔可以喺湿草堆度玩啊 ，George。哦。George 好中意跌落泥潭度 ，Peppa 都一样好中意噶，但系佢唔想整污糟佢对新红鞋啊。哦，朱太太同朱先生都中意喺泥潭度跳上跳落，大家都中意喺泥潭度跳上跳落。Peppa 要去边度呢？原来 Peppa 要换水鞋啊！如果你要跳落泥潭度，就一定要着水鞋噶。青蛙、虫与蝴蝶。Peppa 同 George 嚟帮猪爷爷打理花园。哇！呢只蝴蝶真系好靓啊！爷爷，点解蝴蝶咁中意花嘅？因为佢哋要喺花度揾食物噶嘛。点揾啊？佢哋有一条好长嘅脷，仲长过我条脷。哦，系啊，蝴蝶条脷仲长过你嗰条脷好多噶，佢会利用条脷嚟饮花蜜噶。哇！呵呵 ，Peppa， 只蝴蝶以为你系朵花啊！我唔系一朵花嚟噶，我叫做 Peppa 啊！佢真系好靓啊！我都想做蝴蝶啊！Peppa 喺度扮紧一只蝴蝶，我系只小蝴蝶。George 都想扮蝴蝶、啊。George， 我先只蝴蝶啊！你要扮过第二啲嘢啊！我谂到啦，你可以扮条虫仔啊！你哋睇下，我只小蝴蝶。弊啦，睇嚟 George 唔想做虫仔，佢想做蝴蝶、啊。George， 当爷爷仲系好细个嗰阵，我好中意扮爬紧嘅虫仔噶。要扮虫仔好容易噶咋，等我示范俾你睇啦。首先，你要将成个人瞓晒喺个地下上面，然后你就用个身嚟爬啦。我就系爬紧嘅虫啊！George 同猪爷爷扮虫仔，扮得好开心咁、啊。我系只小蝴蝶，我系只小蝴蝶。
睇下我只小蝴蝶啊！系啊 ，Peppa， 你系只好靓嘅蝴蝶啊！爷爷 ，George， 你哋做紧咩啊？我哋就系爬紧嘅虫仔咯。我都想扮爬紧嘅虫仔啊！我系爬紧嘅虫仔。我是爬緊嘅蟲仔我是爬緊嘅蟲仔，我是爬緊嘅蟲仔，你哋好嘛？我愛你，我是爬緊嘅蟲仔。真係好好玩啊！你哋而家想扮咩動物啊？唔知道喎、啊。爺爺睇下，有隻青蛙喺度喎。不如我哋今次扮青蛙。但系青蛙又冇蝴蝶咁靓，唔似虫仔识爬喎。但系青蛙会做一样你中意嘅嘢喎。乜青蛙会玩公仔嘅咩 ？Peppa 真系傻噶，你中意玩咩游戏啊？就系跳落啲泥凼度。冇错啦，青蛙都中意跳落泥凼度噶。好啦 ，George， 一齐扮青蛙。我系只小青蛙，我系只小青蛙。扮青蛙揾到个好适合嘅大泥凼嚟跳、啊。Peppa 同 George 好中意喺泥凼度跳上跳落，大家都好中意喺泥凼度跳上跳落。蝴蝶同虫仔都好好。但系我都系最中意青蛙。装扮。Peppa 同 George 喺朱先生同朱太太嘅睡房玩紧。系咩嚟噶？Peppa 找到个装满旧衫的箱。哇，这顶帽是爹哋的，而这条裙子是妈咪的。George， 不如我们穿起他们然后扮妈咪爹哋啊。这顶是爹哋的帽，还有爹哋件衫。朱先生你好吗？现在轮到我了。呢条系妈咪嘅裙，仲有妈咪顶帽。朱先生，你对鞋喺边啊？我都要着妈咪对鞋呀、啊！而家我就要化妆扮靓，就好似妈咪咁。Peppa 揾到朱太太嘅化妆箱。啊哈！首先系粉底，好靓啊！而家要搽啲唇膏。呢位朱太太真系好靓啊！跟我嚟啊，朱先生，系时候去做嘢啦。朱太太用紧佢部电脑做嘢。点啊 ，Peppa？ 点啊 ，George？ 你头先话咩话 ？Peppa， 我同你打招呼啊。我都唔系 Peppa， 我系朱太太啊。哦，系啊，我明啦。朱太太你好啊。你好啊。而佢就系朱先生 ，George。朱先生你几好啊嘛。唔好意思啊，我而家有好多嘢要做啊。喂喂，系啊，做呢样做嗰样咯，唔使啦，唔该，再见。Peppa 好享受扮朱太太咁、啊，反而 George 就觉得好闷啊。等一阵啊，朱先生，我差唔多得噶啦。好啦，搞掂，嚟啦，朱先生，你都系时候要做嘢啦。再见啦，朱太太同朱先生。再见。
朱先生在花园掘紧窿。你好啊 ，Peppa。你好啊 ，George。我不是 Peppa， 我是朱太太，而佢就是朱先生啦。朱先生是嚟呢度做嘢噶。你真系好好人啊，朱先生。不过你要小心啊，呢个窿好深噶。我希望朱先生你不是穿着你那件隐衫来掘窿啦。我也很想大声地叫啊。有雪糕吃啊，咁多位。有雪糕吃。Peppa、George，你哋要除低啲污糟衫先至可以食雪糕噶。我系朱太太，佢系朱先生啊。你肯定？系啊。系咁 ，Peppa 同 George 喺边度啊？我哋唔知喎。太可惜啦，我仲攞咗佢哋中意食嘅雪糕嚟添。佢哋唔喺度，咁啲雪糕就……我哋喺度啊 ，Peppa、George， 你哋出现啊？系啊，妈咪，我哋头先喺度扮紧你同爹哋啊！我哋争啲唔认得啊！校庆，今日系 Peppa 学校嘅校庆 ，Peppa 好中意嚟校庆。呢班系 Peppa 嘅朋友 ，Candy、Susie、Danny、Rebecca。仲有 Petro， 咁多位你哋好嘛？你好啊 ，Peppa， 我好中意校庆噶，我都系啊。你最中意咩啊？咩？面部涂鸦。我中意啲气球。我就最中意蛋蛋城堡啦。我咩都中意啊。哈哈，你好聪明啊 ，Peppa。阵间见啦 ，Peppa。阵间见啦。George， 咁你最中意啲咩啊？恐龙。哎呀，弊啦，校庆入边冇恐龙玩具噶 ，George。或者我送个恐龙气球俾你啊。Daddy 啊，你真系肯定呢度会有恐龙气球？我肯定会有嘅。我同 George 可唔可以先去面部涂鸦啊？当然可以啦。兔小姐帮 Peppa 嘅朋友画到好似老虎咁。搞掂啦 ，Susie。你而家同老虎一模一样啊！唔该你啊，兔小姐。哇，我中意你个样啊 ，Susie。呢只系波斯猫啊？唔系啊，我系老虎啊。Peppa， 你想我帮你做面部涂鸦嘛？好啊，唔该，我可以做大笨象吗？哎呀，我唔识点画大笨象喎、啊。不过我识画老虎啊。好啊，咁就画老虎啊。搞定了 Peppa， 你做了老虎啦。我是老虎。George， 那你想画些什么？恐龙。你画恐龙？不如画老虎算啦，我最厉害画老虎的了。我是老虎。我也是啊。老虎不要喔喔这样叫的。你又怎知道？因为老虎就是大猫。而我就是猫了 ，Candy， 你可以教我哋点样做只老虎吗？好啊，老虎行得非常非常之慢的，然后跳。老虎好喜欢舐干净自己的身体，更重要的是当他哋开心嗰阵，佢哋就会瞓。咁多位好嘛？哇，睇下你哋变晒做老虎啊！我喺度教紧佢哋点样扮一只老虎啊！咁你哋班老虎仔一阵想做啲咩啊？恐龙。冇错啊，我哋仲要俾个恐龙气球 George 噶。我哋而家去拎气球咯。好嘢！晴玲太太你好，我哋想要啲气球啊，唔该。当然可以啦，我有好多唔同嘅气球噶。我可以要个大笨象气球吗？俾你噶 ，Peppa。我可以要个袋鼠嘛？狮子啊，唔该。马骝啊，唔该。鹦鹉啊，唔该。
冇问题啊，我全部都有啊。不过最重要嘅系，我哋 George 好想要个恐龙气球啊。哎呀，弊啦，唔好意思啊，我呢度连一个恐龙气球都冇。哦。放心啦 ，George， 我有办法嘅，我可以要两个长气球嘛。咁多位，你哋睇住啦。朱先生想用长气球做啲咩呢？搞掂，有人估到呢样系咩啊？佢系咪袋鼠啊？唔系，佢系恐龙。冇错啊，系恐龙啊！朱先生整咗个恐龙气球、啊。恐龙，而家去蛋蛋城堡啦。Peppa 喜歡在蛋蛋城堡上彈上彈落，大家都喜歡在蛋蛋城堡上彈上彈落，這個是最好玩的校慶活動啊。朱太太的生日，今日是朱太太的生日，朱先生弄了早餐等她在床上吃。媽咪生日快樂啊。Peppa 和 George 弄了張生日卡給朱太太。媽咪生日快樂。哦，這份是驚喜的生日禮物啊。跟住還會有更多驚喜的，吃了份生日早餐先，慢慢享受吧。好味啊。快點啊，我們還有東西要準備的。朱先生弄了個生日蛋糕送給朱太太，我們要放些蠟燭上去。一二，我下來啦。朱太太已經吃完她的生日早餐了。媽咪來緊了。哦，糟了，我們還未準備好的。啊，是誰啊？是我啊，我可以進來嗎？還未得啊。你們是不是有什麼秘密呢？啊，沒有啊，根本沒有什麼秘密，但是你不進得來啊。我知道了。媽咪啊，不如你在客廳坐一下休息一下。好主意啊。今天是你生日嘛。得了 Peppa， 我知道客廳在哪裡的。這本雜誌你看啊。麻煩 Peppa， 播些音樂來聽啊。麻煩 Peppa。 媽咪幾多歲，我們就要插幾多支蠟燭上去。一二三。哦，糟了，我們這裡不夠蠟燭。爹地，媽咪她多少歲啊？我靜雞雞告訴你。嘩，這麼老的了。我想呢，三支蠟燭已經夠了。朱太太的生日蛋糕準備好了。好耶。那我們現在要開始佈置客廳了。媽咪你好。哦，你們出來了，我開始覺得有點悶了。媽咪，不如你出去花園那裡走一陣吧。我有沒有其他選擇？沒有啊。一陣見啦，走得開心點了。當你回來那陣，我們會叫你的了。估不到生日要這麼辛苦的。朱先生、Peppa 和 George 在這裡佈置客廳。好好玩啊。朱嫲嫲和朱爷爷来帮朱太太庆祝生日。你好嘛，祝你生日快乐啊。为什么你不入去的？我不入得去啊，爹地、Peppa 和 George 秘密准备着我的生日啊。咁好啊，阵间见啦。阵间见啦。妈咪啊，你现在想入嚟未啊？我好想啊。合埋对眼啦。你唔好擘大眼喎，妈咪。一、二、三，擘大眼啦。祝你生日快乐。真系令我好惊喜啊。快啲嚟吹蜡烛啦，然后就许愿。妈咪妈咪，份礼物俾你噶，你估系咩嚟噶？我完全唔知道。打开睇下，系一条好靓嘅裙啊！哇，
你真的好靓啊，妈咪。你只是争一个适当的场合着住佢。是咩嚟噶？是两张去剧院的飞，今晚噶。多谢啊。朱太太好喜欢去剧院的。今晚我和嫲嫲会留在这里帮你们看着两个细路的。好耶。今个生日太开心了，我真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妈咪来啊。还是最靓的妈咪添。牙齿仙子，Peppa 同 George 食紧佢哋至爱嘅食物，就系意大利粉啊！你哋食得好大声啊！食完啦！啊，而家终于耳根清净啦！系咩嚟噶？系一只牙嚟噶。只牙喺边度嚟噶？Peppa， 不如你自己照下镜啊！哦，原来系我只牙，佢跌咗出嚟啊！放心啦 ，Peppa， 佢只系乳齿嚟嘅啫，迟早都会甩噶。我会唔会有新牙噶，妈咪？放心啦，你会有嘅 ，Peppa。亦即是说牙齿仙子很快会来找你的了。你说牙齿仙子？没错，是啊。只要你今晚将这牙放在枕头底，牙齿仙子就会来的了。牙齿仙子会拎走这牙，而作为交换呢，他就会放下一个发光的金币。我大个咗都想做牙齿仙子啊！咁你大个之后想做啲咩啊 ，George？ 恐龙。想做恐龙啊！嚟啊 ，George， 够钟瞓觉啦！我哋今晚要见到牙齿仙子啊！喺瞓觉之前 ，Peppa 同 George 要刷牙先。Peppa， 你做紧咩啊？我在这里刷紧我的牙，等它干净一点被牙齿仙子拎走啊。Peppa 很快地爬了上床，他将甩了那只牙放在枕头底，等牙齿仙子来拎走。做头了 Peppa， George。 妈咪早头了，爹地早头。早头了，我两个宝贝。George， 我哋今晚唔瞓噶，不如我哋一齐唔好瞓住，等牙齿仙子嚟啊！呢个牙齿仙子好迟啊！牙齿仙子过咗好耐都未嚟到喎。牙齿仙子你喺边度啊？呢啲系咩声嚟嘅咧？难道是牙齿仙子 ？George， 你听到有声吗？哦、oh, ，George。哦，原来啲声音是嚟自 George 嘅，佢太攰所以瞓着咗啦。George 因为太细啦，所以佢唔瞓唔得噶。但我唔系，我一定要等到牙齿仙子嚟为止先瞓啊！我绝对唔会瞓着噶。牙齿仙子嚟到啦，但系 Peppa 瞓着咗。Peppa 好吗？你想用你只牙换呢一个金币吗？只牙真系好干净啊！多谢你 ，Peppa， 早唞啦。Peppa、George 起身啦，天光啦！咩话？我明明冇瞓觉噶。牙齿仙子有嚟到吗？冇啊。不如睇下你个枕头底啊。Peppa， 你睇下，牙齿仙子嚟过啦，佢俾咗个金币你啊。好耶！睇嚟你寻晚瞓着咗喎。我可能寻晚瞓咗一阵咁多啦。不过下一次我一定不会瞓着噶啦。
咁我就会见到牙齿仙子啦。新车。今日 Peppa 同屋企人准备坐呢架红色车去游车河，要唔要打开车顶啊？好啊，唔该。Peppa 同 George 好中意呢架车嘅。大家准备好未？准备好。咁出发咯。我中意呢架车啊。哈哈，架车都好中意我哋啊，系咪啊？哦，弊啦，架车听落好似唔多妥喎。咩事啊，爹哋？我唔知啊。我哋揸佢落去九爷爷间车房度啊，佢识整噶。呢个主意好好啊，妈咪。九爷爷开咗间车房，佢好擅长整车噶。咁样嘅，朱先生，你架车听落好唔妥咁噃。你可以整翻好佢嘛，九爷爷？可以，但系就需要一日时间整啦。哦，我哋原本想揸呢架车游车河噶。唔使担心，你可以喺呢段时间借呢个新车用噶。好嘢！多谢九爷爷。想唔想打开车顶啊？好啊，唔该。只要我揿呢一个红色掣就得啦。架车好犀利喎！你翻嚟嗰阵，我就会整翻好你部车。唔该晒，九爷爷。再见。拜拜。再见。再见。Peppa 同屋企人好中意架蓝色新车，呢架车里面有好多掣喎。个绿色掣有咩用噶，爹哋？试下。系魔法枪啊！爹哋，放翻只魔法枪落去啊！咁个蓝色掣有咩用噶？我唔知喎，睇下。我中意呢架蓝色车啊，不如要咗佢啊！唔得噶，我哋唔可以要嘅 ，Peppa， 我哋只系借一日嘅咋。哦，哎呀，弊啦，睇嚟就快落雨啦。系啊，等我升翻起车顶啦。系啦，边个掣系用嚟升起车顶嘅咧？我真系傻啊！啊，一定系呢个掣。架新车喷到朱先生成身水啊！爹哋好傻啊，都唔系呢个掣。呢个掣咯。Oops， 唔系呢个。咁呢个咧？救命啊！朱先生唔记得咗边一个掣用嚟升起个车顶。呢架车好唔中意我咁啊！试下揿个红色掣啊！好嘢！不过而家冇雨啦，我哋可以打翻开车顶嘛？好啊，要揿边个掣？红色掣啊！好嘢！九爷爷已经整好架车啦，整翻好架车啦，好嘢！唔该晒九爷爷，唔使找啦，多谢朱先生，再见啦，再见，拜拜，再见。哦，可以有翻自己架车真系好啊！我都系中意架新车，但系我中意我哋嗰架旧车多啲。我谂呢架旧车都好中意我哋噶，系咪啊？寻宝游戏，猪嫲嫲同猪爷爷帮 Peppa 同 George 设计紧一个寻宝游戏，猪嫲嫲喺度画紧藏宝图。猪爷爷就喺花园嘅一笪神秘地方埋紧宝藏。
爷爷啊，你究竟得未啊？ Peppa 同 George 好快就到噶啦，唔使咁心急、啊，妈妈。Peppa 同屋企人嚟到啦，快啲啦，爷爷，佢哋到啦。哦，差唔多得啦。猪爷爷啱啱赶得切完成。妈妈，我哋嚟啦，妈妈。我可爱嘅孙仔孙女好嘛？爷爷，爷爷，你哋好嘛？心肝宝贝 ，Papa George， 我哋设计咗一个寻宝游戏啊！喺呢个花园某一度埋咗一个宝藏啊！哇，宝藏啊，喺边啊？哦吼，你要自己揾出嚟噶。呢张藏宝图系俾 Papa 嘅，而 George 就可以戴住我呢顶海盗帽。你好嘛 ，George 船长。个藏宝地图好难明啊 ，Daddy 可以帮我嘛？当然可以啦 ，Peppa， 我睇地图好叻噶。真系有啲难明、啊。Daddy 啊，你将份藏宝图调转咗嚟睇啦。系啊，我都系咁谂。好简单啫。个红色交叉就是宝藏的位置，但是那两棵苹果树在花园的哪里呢？嗯，不知道、啊、你们想不想要提示啊？好啊，麻烦。第一个提示在个樽里面，但是个樽在哪里呢？我见到个樽了。Peppa 找到第一个提示，是一封瓶中信。大家看看个樽喺度啊！做得好好啊 ，Peppa， 睇下封瓶中信讲咩？哦，封信系海盗留低噶、啊。妈咪，你识睇呢封海盗嘅信吗？呢、這个海盗啲字真系好核突啊！呢个海盗啲字不知几好啊！但系我完全睇唔明啊！个海盗好清楚咁写住，跟住箭嘴行。跟住箭嘴行。George 找到第二个提示，是一些箭嘴状的树枝。看看树枝指着这边啊。Peppa 和 George 跟着箭嘴走。George 看看是锁匙啊。Peppa 找到下一个提示，是条锁匙啊。做得好啊 Peppa。现在你只需要找到那个宝箱，然后打开它。但是已经再没有提示了。你不如再看一幅藏宝图啊！睇真啲啊 ，Peppa， 地图上面有两棵苹果树噶。呢度有一棵苹果树，呢度都有棵苹果树，咁个宝藏一定就喺呢度啦。我哋试下啦。哦，咁嘅，呢度睇嚟咩都冇喎。等阵。我挖到啲嘢啦！哇，宝藏啊！做得好啊！我有锁匙可以打开佢啊！哇，真系难以置信，系金币啊！佢哋一定好值钱噶啦！佢哋仲好过金币，佢哋唔系真嘅金币嚟噶，佢哋系金币朱古力啊！而且啱啱好，每人都有一块啊！好嘢！Peppa 和 George 好喜欢朱古力金币，大家都好喜欢朱古力金币。妈妈、爷爷，这个是最好玩的寻宝游戏呀！